23兩分。入。23兩分入。陳曉榮。31兩分。炒。23 D。23抽白色。这个叶子啊，跌出一格，真系系 firm 啊！我讲系八秒进攻，五秒，11两分入。元朗天入啊！发烧，又再补重。发烧唔可以落场喎，边度发烧？二号两分。23跌，吹多兩日咧，係會病噶。零號兩分又唔做，收到，係唔對路噶呢啲場出場，真係冇意思。出場過嚟唔會動，千萬失頭。哇！點解？都有中噶。二號兩分中啊！二號會攞二分啊！犀利，兩射啫嘛，真係啊！不過一中，哇！零號兩分入23中，癲喎！呢球傳得好靚，佢個底硬招，都送咗兩場嘅喎，白色幾乎五小陣，啱到咧，唔係啊，可能唔係啱搞，13兩分中二中。五號三分炒嘅，有冇特別想食啲咩而家？冇啊，好啊，係啊，唔錯啊，好鮮啊，食個13兩分炒子啊，關你蛋子啊，唔係真事啊嘛，呢位一定係真嘅，呢啲。呢位朋友喺度交一啲好嘢食之後，23兩分炒。之後等佢好喎。前咗先，交一啲啊！呢個幾好，31啲啊！炒到。31兩分炒，零啲。我想食泰國嘢嚟。我頂你！我沙爹豆，酸辣汁。我上咗九龍城嗰間金泰啊！我留下啫嘛。金泰係邊間？11:3分炒。其實喺度三一點。你講就算平日都好咧，你冇半個鐘以上咧都係唔使食。以前唔使㗎，疫情之前。我呢邊推薦你去第二間金泰沙咧，左邊嗰間。31分炒零點。你身無光嘅。好、哦。係有分店啊？光唔係分店嘅，但係個味又幾似，但係又唔。我去彩虹道做嗰啲場，係啊係啊，晚晚去彩虹道，反而都要食翻幾次先有嘅。八秒進攻，五號三分，炒23跌。呢個而家心態真係低風人。哦，唔係講佢加時，二級越嚟越過分啦。係啊，等得太耐啦。二號兩分炒，33跌。是咁擦鞋帶嘅，11抽，黑色咯。11犯規，23，白色23。入得，入得，入得。放眼鏡就咁掂嘅，可能會型啲，就感覺觀感。
十一兩分，第一球炒。我嚟睇下呢個，今晚睇下會唔會過屯馬線過去買兩串嘅花旗轉，冇屋企樓下都話。一個站啫，不過都係轉成山，仲有兩個站。唔係啊，山啟德夠。炒曬廿三 D 啊！哇，好肚餓啊！蘇華一出就係啊，點會？佢嗰間喺邊㗎？你講邊間？你係講嗰間咯。新嗰間。我又買金泰。金泰咯，係邊間？三三三份茶。之後廿三號。九咁嘅喎，好啊。喺邊個位？街邊。十二三號。九龍城體育館對面。翻九龍。D 啊！九龍城體育館。就係九龍城體育館一落去，過一條街咯。二號三分炒。零 O 啊！冇錯啊！零號誒冇犯規，十二犯規白色。白色顛簸兩次。我冇啊！我食 M 記隔離嗰間同埋 M 記對面嗰間，之後仲有嗰個咩太仔咯。九龍城喎、啊。係啊。嗰兩間，哦，我知邊兩間。零號兩分。但係金泰真係唔同層次嘅。炒咗。有分別㗎，你食得出。佢收幾點㗎？收好嘢嘅喎，好嘢㗎！你基本上都係零中一。我 M 記對面嗰間收三點定四點咯。M 記對面嗰間即係糖水鋪隔離啊。係啊係啊，即係我屋企人識買。天價叫方仔，佢著 T 打喎，原來佢真係打嘅，十二兩分炒啊，五 D 啊。地區合成啊，合成隔離嗰間。太和味啊，好似、哦、太和味啊，同埋對面咩太美味啊？係誒，要上一層嗰、那個零號三分炒七號 D， 七號兩分入。哇！陰風陣陣，真係我啱啱。啊！算啦，我真係唔好講，我驚打唔到你。你講得我唔驚嘅，五毫三分炒，冇板。屌！啱啱就想講話陰風陣陣，隔離啫嘛，頂你啊！都估到你要講。零後三分炒嘅，有 O 啊，七號 O。加熱大風啦，唔係平時。我先知點解我家姐話唔？唔動啊！平時唔動啊，而家動係睇唔到幾秒啊，十分鐘大人。哇！七號有個 box 先，五號兩分炒嘅，之後深色七號 D， 抽到啱好。深色炒，深色七號 D。五號兩分入，唔係係白色七號 D， 二號兩分入。十二號兩分入。block 嗰個係七號都係白色七號。Okay。二號三分炒嘅，老闆，零號 O， 十二犯規兩犯，白色顛簸三次，十二兩犯，咁認聲嘅咩場？知唔知點解？原來係咁刺激，因為唔係多人係因為嗰邊熄埋燈添啊，唔係冇人係多人，零號兩罰第一球炒，你見唔到咩？周圍都人，哦，我都見到啊，呢個場加埋成。我覺得今晚真係未必食到金泰沙餅。零號中一，即係唔係我哋唔俾你食，係我啲嘢唔俾你食。我爆啫，單純係你要咁多，我先有咁大嘅啫。嚟。二號兩分，八色二號點。先二號兩分入，可能要留意三十秒冇得換人啊！三十秒啦，冇得換啊！下次都得。三十秒內有冇機會有得換？請入場，真係好。啱啱好啊，三十三秒咯，食正咗個美林，食咗個美彩啊！真係廿秒。时间十秒。